我那时候有在想说，求婚之后要不要公开，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另一半能够体验他该体验的人生。你会觉得被偷拍很困扰吗？还好，因为我前面几次被偷拍都拍得蛮漂亮的。林哲熙熙车震未婚妻受访，被偷拍充满意，锦衣买新闻。祝虚新闻的观众朋友新年快乐，海水拢来。如果有朋友欠钱还没有还的，你又不好意思开口的，就推荐他一部好看的电影，还钱。林哲熙参与贺岁片还钱，过年期间也发了红包，是说要顺便包红包给续编吗？我这个角色导演写了蛮多台词的，然后我们去读本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可不可以不要讲话？我就全部只讲为了兄弟，我可以。觉得他们容易得奖。这部我就图个轻松而已。那你们自己现在最想拍的类型？爱情。爱情？你现实生活爱情还不够吗？那你想跟谁演？苏西。有。苏西啊。是说林哲熙在去年圣诞节求婚成功，讨了十年女友 Cindy。求婚这个东西想很久吗？我都在明知故问，你是策划之一。我觉得算久了，其实我觉得这几年一直都有在想，一直想要找一个好的场合去求婚。然后刚开始一定会觉得说，哦，演员嘛，那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受到肯定得奖了，然后就可以哇，借着这个去跟对方求婚。可是一直等不到，所以就等到现在。我那时候有在想说，求婚之后要不要公开这件事情，有时候会觉得，其实当演艺人员的另一半是或家人，其实真的蛮可怜的，都要为了我们去牺牲这种喜事，你还不能跟别人讲或是什么，我自己觉得有点太，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另一半能够体验他该体验的人生，就他被求婚这件事情也好，这也是他人生很重要的事情。他也应该受到他的朋友也好啊，或者什么的祝福。你会觉得被偷拍很困扰吗？还好，因为我前面几次被偷拍都拍得蛮漂亮的，而且都拍到我一些蛮温馨的画面，还帮他拿包包，都是温柔的部分。我只拿过一次包包，被拍到了。我都在想说，是不是你买新闻呢？每次拍到都超好。民众哥也求婚了，对。现在在抢新闻吗？没有，我们在等那个。对，私运，看首映能不能凑满5个，真的，再加康仁哥，哇，不可能吧？还钱，红包钱，红包钱。